大家好，我是 James 钟古英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把来自于凯芬的377C 23寸的台湾相思木全单，也是一款新品吧。然后呢，它的采用的筒型呢是类似于江梦那种筒型，上小下大的一种23寸，所以它具有26寸的一些音质特色在这里面，包括它的声场都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等会儿听一下。啊，我们先把这把，先来看一下这把琴的一些细节部分啊。我可以凑近看一下这把琴的，面板是带引纹的台湾相思木，绿松石的口轮镶嵌，乌木的琴码，达达里奥的琴弦，然后呢，包括指板上面啊，乌木指板上面也镶嵌着一些绿松石和白贝的一些配合，琴头贴面，白贝的一个 logo。一个金色配上黑色的一个旋钮，旋钮也很舒服。哑光的琴颈，亮光的琴体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在演奏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就会更加舒适一些。好，对了，这边还有一个侧音孔啊，方便我们去监听。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弹出来的声音立体感会更加强。简单听一下啊，一些它的基础的声音。好，我们就简单的测试一下啊，这把琴的声音，23寸的377C 台湾相思木全单。